所乐见哦。因为啦，爱听他们精彩啦，莫一条腿。新北市中和举溪社区发展协会演出防爆行动剧，协会成员上台演戏，邀请社区居民一起观赏戏剧演出，借由观赏剧码的过程，了解暴力防治的重要性，培养社区居民的防爆概念，进而促进对于家暴法的了解。那我们诉求的是，我们要儿少的防爆、老人的防爆，还有家庭各种暴力，然后防止他有申诉的管道。最直接的是打113，还有没有男性的，还有那个紧急的就打110。宣导预防家庭暴力的重要性，发展协会的制服采取紫色，以防暴紫丝带的概念作为设计，希望让来参与的民众留下更多的印象。而这场活动也带入了端午节包粽的传统习俗，在婆妈的巧手下，一颗颗手工粽子完美出炉，和大小朋友一起分享，感受五月节的热闹气氛。那也针对就是我们马上要端午节哈，特别哈社区，也办了这些包粽子的一个活动哦，让这次的活动哦非常顺利圆满成功啊，那也相当的热闹，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端午佳节快乐。家暴防治观念从社区宣导做起，在融入传统三大节日的端午节，举溪社区的大小朋友玩得开心尽兴，也在心里面留下了防暴的观念，守护社区需要大家一起来。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中和采访报道。